上人问讯。上人早。长呼甲缅甸啊，伫咧连山啊，十二年前，莫忘那一年，那其实这一波呢，看来了，迄、那个十二年前一直到现在啦，应该。也会到未来英雄的姻缘，迄个是此际启动啦。抗战过后，除了呢去发放物资，同时咱也该发放调整啦，看到遐。也学校啦，也损害也少，所以大家人分析、报告、思考，这个国家咱要安怎样今后处事啦？救灾、救急，分析了呢？中长的时间，啊，去甲因去几个较中大型的中小学，咱也有看到寺院收真多囡仔，啊，真可爱，啊，因呢，逐天呢，拢啊出去徒步。土坡呢，就无一定熟悉咯。迄、那个所在无熟悉的风气，拢是呢方便食啦。经过遮侪年来啦，怎看到啥物呢？是寺院啦，当年迄个寺。三米女呀、啊，现在拢大汉啦啦，也伫咧甲因互动连线的时，也听到啦，囡仔已经会当送去大学读书咯，从小学到现在，听到真安慰啦。这间寺院的主持也真疼囡仔，也把囡仔安尼送去，迄、那个大学呢，予伊感动着，所以呢，也送这位主持啦，荣誉博士，怎伫咧互动啦、啊？听、看、听到这位主持，满怀感恩呐、啊，感恩主持啊！现在呢，因也主张素食啦，真欢喜。这是张啊的连线，那搁有看到。每个月就是集迄个米铺满啦，一把米3000多公斤，就是这个砖头啦，长伫咧试信啦，伊就问讲吼，啊，这一把米敢要阁继续？你想我安怎回答？继续。一定要继续啊！自身的心啊，唔通断啦。逐个月的米呢，无影响到
任何一个人的一顿饭，三千外公斤一碗来啦，会当好，这样的砖头真贫困，无人好做工，孤寡老弱的人，就会当当好得到温饱啦。啊，这砖呢，那是吃真饱。有余啦，就会当搁予其他的砖头啊。所以呢，一定爱搁继续这些，这个英雄啦，爱长长久久呢，善的好风气，不断呢，滴滴传落去，这弥补嘛。那其中。我另外一个家庭，好，我也是足感动的。伊的生活是靠着算命，啊，迄伫正贫穷的所在，算命根本都无什么收入啦。他就是啊，听着讲一百米会当救人。伊家己亲自去抓，顶底个抓那一把米，啊，因为伊是脑麻痹，手呢会当抓的无偌济。伊讲，我真尽心啦，要甲这个米买起来，放落去，我已经尽尽力啦。那的委婉都讲，你这一把米大如西米山，哇，他真欢喜啦！智慧的一句话，给了这一位年轻，但是脑麻痹、生活困境，他突然间呐，他也。转贫为富，他感觉我是一个会救人的人。虽然呐、啊，我脑麻痹，我四肢不全呐、啊，我尽我的心力，我的手会当尽量摸这美味，大如苏米山，我尽心力啦。所以伊感觉安尼伊真欢喜，咱同时连线啦、啊。我都讲是啊，这百米呢，甲你见证大如苏米山啦、啊。这些一个真温馨的连线啦、啊，真欢喜哦，这种。克己克勤呐，克俭克难呐，每天呢一百米啦，会当救人，当然要感恩呢，当地的开始有经济，开始发心啦，哦，一对的兄弟为妻室兄弟啦，因呢开始在迄个十几站楼那个。商场里呐、啊，因其中挂一盏可以呢，作为慈济人呐、啊、菩萨训练道场，哎，搁在迄个所在集会啦，这是真无简单，很感恩的事啦。啊，搁有台商温居士，那他也关了。一间厝，现在要让住这人呢，真快会当做到顶哇！这那是真感恩，缅甸呐、啊，原来呢有这么大的因缘呐、啊，这一波呢的疫情，当地住这人呐、啊。
也是真勇敢，面对着阿尼的情形，因家己防护的真好势，也前后呢，发放20000多份，预计呢30000多份，啊，搁现在也伫咧发放中啊，这总是爱心，只要有人愿意啦，一杯米啦，就可以呢。到现在，伫这波的疫情，看见啦，勇敢大仁大勇大慈大悲的菩萨，在人间，在人群中为苦难人伫咧付出，真的是真感动啦。